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然而宇宙海盗却来盗取文明，他们试图将文明转化为强大的能量，用于征服宇宙。 V5 战队为守护地球文明奋战到底。 V5 战队紧急出动。第31集，糖果店的老爷钟。今天是重要的日子，终于休假了。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休假计划。9点早上免费巴士，11点吃1元汉堡，12点看半价电影。这份休假计划太完美了。那还用说，也不看看是谁安排的。西西牛呢？你这个大番薯，给我起床，我们现在要去搭巴士了。再让我睡2分钟，没关系的。跑快一点，快来不及了，再慢买不到限量糖果了。哎呦，时间还早呢，真叔可是很守时的，8点半一定准时开门。糟了，看吧，好期待，请忍住。不知道能不能买的。闪电兔，都是你不早点起床。对不起了。哎呦，不知道还要排多久。免费观光巴士，巴车楼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你叫巴士开回来。不可能的，我们都是准时9点巴士啊。现在刚好九，就差1分钟。都是你，如果你不睡懒觉，我们就不会迟到了。大哥，现在不是关西西牛的时候了，再不想办法去商业街，就赶不上1元吃汉堡了。这可不得了。可是这里没有其他巴士到商业街了。给我尽全力跑，冲啊，快点，又要跑。什么？限量糖果卖完了？抱歉，闪电兔，明天请早吧。哦，就应该早点出门。我跟你说，晚点就买不到了嘛。没想到才9点多，糖果就卖完了。真叔，那个钟是不是坏了？你是说他吗？这个老爷钟早就不走了。要不我带回去给海蓝龟修理看看。不，这个钟虽然不走了，却时时提醒着我重要的事。不如我给你们讲讲这个老爷钟的故事吧。这个老爷钟是我师父留下的。这间糖果店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我已经给你调好了5点的闹钟，以后记得每天要准时起床做糖果，准备开业，不能辜负客人的期待。好，知道了，师父。20年来，这个老爷钟风雨不改，每天准时5点叫我起床，直到有一天。哎呀，是坏了吗？哼，你是该休息了，可我还不能停呢。于是我留了这个钟，提醒我不要忘记师父的话，要守时，不能辜负客人的期望。哇，没想到一个老爷钟居然有这么大的含义啊。可惜今天你们没买到限量糖果，不然这样吧，你们留下来吃饭，真叔做好吃的给你们吃。好耶！
大哥，我跑不动了。坚持，就快到了。好累啊！哎呦，给我三个1元汉堡。抱歉，优惠时间已经结束了。什么？就差1分钟，我不甘心。还有最后一个计划，半价电影。已过播映时间，禁止进入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大哥，算了吧。我完美的计划都是因为你贪睡，都怪你。没想到人类的世界晚1分钟都不行。晚1分钟都不行？不可能的，我们都是准时9点发车。抱歉，优惠时间已经结束了。就差1分钟。这些愚蠢的人类都是按照时钟指示做事的。我把讨厌的时钟拿走了，就再也不用担心迟到了。文明吸收启动。文明修炼完成。文明转换启动。等清盘完成，这个文明就是我的啦。每隔3小时吃一次。时钟怎么消失了？吃药的时间到底到了没有啊？哥，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时钟不见了，怎么办呢？原来这个钟代表着真叔的坚持。真叔，再多说点故事给我们听。秦凤，真叔的钟怎么突然消失了？一定又是酷狗象。这次酷狗象居然把时钟给偷走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偷走了时钟。时间快点过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是星宝和闪电兔。什么？酷狗象快归还时钟。加快合成速度。文明咒启动。时钟兽出击。辛巴，现在有大把时间陪你玩。让你瞧瞧时钟兽的厉害。什么？时钟兽？轻兽形态启动。时间不多了，速战速决，一起上吧。前后夹攻了，星宝慢一点。星宝快一点。都不及吃拳头了。我怎么一下子就跑到时钟兽的面前了？让我来。你就慢点了。
好呢？沙爹多，你还来？这次要你们这次掉在公交站，我们能直接搭公交回家。我看看，末班车时间下午3点，